哎，好了，今天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 Liu Bei， 我名 Sun Ren 的 Battle 战役。哇，转一圈，好了，我们上一集被这可恶的家伙给拉到全面战争中了。可是应该也要说，多亏他是拉我们进来的，拉我们打代理战争的。所以说，对啊，我们不会被他的同盟宣战，但这是暂时的而已。说真的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要继续来讨灭这些可恶的敌人，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。对啊，我们应该要过这一回合了。我们这边现在有四支军队可以来对抗他们，这边有一些援军。不是，我要看那个，果然很少。不行。我猜他们下一步会拿我的武器降好了，因为对啊，那么好打，为什么不打呢？好了，反正不管怎样，我们要赶快往前。诸葛亮部等下可以往前往新都走，然后关羽部要跟他们打起来。那我们现在来研发科技。接下来还有什么？话说这个为什么不能开啊？还需要我盖什么？相熟哦，没有盖过啊。好了，不管，我们现在往御龙军的方向前进，还是要往黑龙军？我听说很强，弹药非常多。哇，30发的确很多，但是对哦，现在差一点点。Well， 我们可以拿月龙军吗？月龙军其实没有很强，感觉近战规避是不错啦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黄龙军，黄龙军我一直觉得 so so。啊，反正往御龙军前进比较好吧。预期延长这个没什么好用，集结回合数减二这个我比较想要。好，在五回合我们就可以拿御龙军啊，全游戏最好的骑兵。虽然说那个地位很快就要被取代，但起码现在还是最强骑兵。所谓的要被取代，就是因为下就更强的要出现了，所以当然会被取代。啊，结束这回合。End this turn. Yeah. Turn Endo. Tom Endo 啦。啊，没有，看一下。总之，哦，喂，那个章什么的，难道是敌人 ？Foe. He is a foe. 哦，没有，那是对对，我想起他是谁了。对，他是我们的敌人，没错。He is our enemy. But who cares?嗯，好，还没有去拿武器奖哈，意外啊，意外。好了，关羽走。力揽群书，惊喜武艺。可惜，我没有跟他们打吗？不可能吧，我们有在跟他打。又是你这厮。我们应该有在宣战吧？我们没有哎。哇哦，哇，我以为这里有哎。我觉得不能得到宣战，反正我们就继续跟那个打。哇哦，我没想到哎，算了。Let's get inside。我觉得25%还有25%这里。一统天下。我们就边前进边埋伏。我觉得他应该会在这边出现，所以我们在这边等等。他也是等的，他就是住院住房了。他们彼此不喜欢彼此，但我没有时间让他们不喜欢了。Now is not the time to do so。希望刘崇，这个夫人蔡夫人会跟我好交好之类的。不行，这边两支军队，这军队没有我想象中的强，一般。这队也是一样，但他们都十级兵，不能小觑了。虽然我们也差不多，我们差很多。We are lacking of battle, I mean level. 我们这边是西洋骑兵，这个太珍贵了，我没办法丢。大人，好，应该也丢不了了，对吧？这是我觉得我们最神奇的就是有这个西洋骑兵。Well， 反正他本来就是从别的地方来的，所以我想我也没什么吧。There's nothing for us to worry about, just.Strange and special。好了，反正的，继续让关羽来支援诸葛亮的行动。
基本上我们就留两队专门驻守边防，然后两队执行一统一攻击，这样一路一路车下来，这样我们应该也能把这一片全拿掉，因为他们这边是封闭的，然后我完全没办法自己走，所以说没关系，没问题的。张飞我比较担心要会不会面对到他们的攻击，如果他们两队都攻击，我们就有点完蛋了，但我想应该不会了。让敌人补给减少，我们当然这边也要升级。好，那我们想办法盖香薯好了，找个地方盖这样子，不然就是把新拿到的城拿来用。这边不行，这边是我们赚钱场之一。这边我不知道行不行，茶馆就没什么用。是我要抱怨，我真的觉得商业不太符合我的作风。哦，这是永久劳工居所，这不是我要的。但算了啦，没关系。这边哦，这边可以盖香薯，我们就在这边盖好了。等这个公牛作坊盖好。Next turn, we shall see if they attack. She protect. They attack. 我们能让你光宗耀祖。I don't know. 那就如此吧。对啊，我们就打吧，没差。公都离我很远，我没有差这个对手。他们到底要去哪里啊？希望是要往洛阳吧，应该是往洛阳了。打我这里没有好处啊。对啊，而且我现在很麻烦，被打会很麻烦。All right， 他会不见了。哦，没事，我以为是怎样的，没问题。所以他又不见了。回家的感觉真不错。This is weird, but fine. 落庭金蝉。好，拿下一座城。保存体力。居然走不到。现在还有多少？开战！不能换，那就代表没有用。好，没关系。One day， 这个 garrison 有什么？其实还不错哎。啊，但是不是能自己守住的那种程度的。好啊。再说，我现在对吧？要等，这也要等。我没有粮食，就不能生。等一下就好了。收入提高当然要选。这是商品，这是哪一个？我看一下下。哦，官府垄断。OK， 好吧，没有那么不是现在最重要的药物就是了。好 ，Next turn we shall see if they attack。咦，他又出现了，然后他等一下又不见吗？他为什么不先去救他的城啊？虽然说那是镇，很没有用的镇，但也还是得救啊。我们现在是汉，看到这个汉字汉旗啊，就知道我们是汉朝。好了，没有，我们是蜀汉而已。我想，我等一下先看一下那个我们的旗帜。哎，我是说我们的继承人现在几岁？实际继承人不是孙人啦，说真的。嗯，有意思。看一下我们的实际继承人啊，我应该要看那个 family tree。对啊，我们的是刘旦啊。之前一直有人问说是谁，那你现在看到了刘旦，他就是我们的派系领导。丞相啊，丞相可以干嘛？有意思。反正我一直想给诸葛亮做大官，哈哈。啊，太傅这有什么能力？好，随便谁都可以了。还行，我看一下哪里收入最高。建业，这是争夺中没办法选。建业目前最高。张飞就在建业官，做建业的管理官。
啊，虽然说他远在这里，哈哈，啊，反正不管怎样，走。关右，一扫无主，做好准备。哦、，Force March 可以来支援，立马行动，很好，来来来，支援我军，势如流水，击垮敌军，应该可以吧？有，看到了，来，自动。我军智略胜敌军一筹。关羽军没什么损耗，但这军损耗太多了。正合我计。好，符合你的计策就好。Alright， 谁在叫我？我在叫你，你升级了，因为你升级了，所以你就该给我接受。单兵。好吧，他突击骑兵蛮多的。哦，没事。行事谨慎，可称机敏。啊，粮食生产。 好吧，我觉得这还不错。你要什么军队？这不错。虽然对吧？前线还不错，没关系。如果他打我们，还是守得住的。我已归来，百姓是否安好？我是这样相信的啦。相处在这，他们就盖在这吧，随便啦，反正刚刚好。那是不是自己升级的？还是我按到？哦，应该是我按。对，我是白痴，我正忘记我按了。 I'm an idiot. 我是觉得这样不太好，有点太奇怪，但是算了，随便了，升吧，去这里啊。Let me see。我需要快一点的，要4回合，那你先吧，2回合而已。一律往前多的走，好 ，next turn，应该会被他攻击啊，就会我们今天第一场大战。 如果他攻击，那我们就挡他，应该是挡得下啦。我觉得啊，他又有援军。你我都是朋友，我方也敬重足下，幸好，真是遗憾。那又如何？我是想让他加入，说真的，可恶的家伙，我们怎么每次都还是被别人控制啊？哎，真是的。那他们加入会怎样？那他们加入我就有机会合并他们了。当然，那处罚任务就是，我觉得应该已经来不及了，说真的。 南阳已经久等了，哦，怎么会是孙？怎么会是袁家？张导，有意思，哇，这个他们互打了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哦，他送我一个武器，好，就交给你啊，天剑，好，徐庶就给你天剑。 徐庶是天选之人之类的，来来来，斩星辰，好，OK啦。拿下，哈，关羽干得好，某百战不殆，威名舰船，对吧？这损失我可以接受，百姓定会单食胡浆，家道欢迎。我是希望他们很欢迎啊，<笑>好了，诸葛亮。 那你就来跟他们打，打起武器，看来他这个够不到。Well, yeah, that's bad. 关某平生最恨叛贼小人，我也恨叛贼小人，谁不恨叛贼小人？你倒告诉我。这平均也不错，主公尽管吩咐。所以我们可以应该可以研发那个科技了。好，可以，果然闪闪闪闪闪发亮了。 但是我觉得这很没有用就对了，对啊，不得不说，我真的不是很喜欢这个要绑在这里的，但算了，随便吧。下一个是御龙军，所以没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就对了。All right， 不可能这样做。What does he have？ 这支军队比较脆弱，但很明显他们用数量的话应该会打过。好，可是好，我们满这有满员就好，2240。 跟这边有1890，1800多。
我觉得应该够了，就怕他们跑去别的地方，这个很尴尬的。例如跑去会稽的稻田，但也许我们不必那么 care， 反正援军在这，很快就可以到了。这家伙还可以继续等。嗯哼，好，不要花时间了，赶快下回合。应该是没什么东西要改的、啊。哦，对，还要升级，谁升的？春秋左传来了。好，你升级了。给你一个东西好了。好。啊、哦，下回合会稽这边很可能会被打，也他们如果只有围的话，那倒没什么、啊，但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么一回事，他们会选择攻击的。You're kidding me, right? 好 ，Let's fight this。我看一下地图，他们是有点多东西啊，可是我有远程优势的，对啊，他们都不会有远程优势的，都是我有，来吧。才不信你这个自动计算嘞！我会赢的 ，I will victory, I will win. The only option here is victorious. There's no lost. No 只要觅得良机，我等可获无上荣光。Yeah， 陶印，你得活下去啊！作为陶谦的子孙，你要建功立业。吾有，吾等当凯歌而还。Yeah， 我们可以赢的啦。说真的，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。各位要知道，最擅长的就是防御阵型，所以说这些家伙绝对打不过我们的，我很有自信。所以这位老兄都没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成功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对，成功都没什么要说的。希望你不要把陶印牺牲拿去给自爆了。如果有玩其他游戏的人应该会懂我这个跟在干嘛，但 who cares， 成功不要把别人发射出去哈。啊，反正不管怎样这场战斗必须赢，而且赢的话我们就可以重挫他们的势力了。哇，他直接帮我进来，完全没有按的时候，好，随便啦，反正援军从这来。 Alright， let's go。这边比较好。OK。民兵团的士气很低啊。啊，不过无伊遐吧，好走。农民步兵在此，拉太长了，我觉得，对吧？拉太长了。长矛兵，准备开战！奉命听命，敌兵在此。好，这样正好。All right。Next archers， 做好准备，弓箭准备，守就是，射手一命，八十车。我们是一台 trebuchet 吗？好像是。对，我都忘了这两队校尉先生。啊，没关系，校尉站最前排。校尉率领的步兵会强一点点，顽强不屈，这没什么好冲。射手在此。哦，这边还有一队。All right。准备就绪。Yeah, victory is ours. Just so you wait, we will win. 又是一波，敌人援兵正在接近。没有从我们后面来就好。对，没有，没问题的，让他们来吧。Come, you cowards! You guys cannot penetrate my greatest army.
看。哦，有正，但那有点远啊，再说了。喝大力就来，我就看你玩。好了，没有，不要乱唱。啊，走七等投石车，我的应该是不错。他们到底在干嘛？我在这哎、欸、，I'm here, dumbass。You know， 他们应该会过来啦，我觉得，因为我们人在这里，对吧？我们人在这里，有些可以被发现，有些没被发现。他们到底在干嘛？真的很烦哎、欸。他是要逼我出来吗？那可不会成功哦。他不过来，我们就继续等啊！我才不会因为这样就出去了。我可以摧毁这个，啊，没有什么意义。真的没什么意义，这是浪费弹药而已。我一直好奇这是什么，结义之友而已吗？这是技能而已啊，好吧，随便。成功，哎 ，tap 还比较快，拉滑鼠那什么的，真的有个蠢。Let us see who they come, where they come。不要，不然保持距离。防御模式开启，防御模式。确定一下，OK。没问题，下马没意义。他们是弓骑兵吗？好，是吗？我看一下，我有给成功弓吗？哦，好吧，不是啊，我是想说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哦，那是因为他们是那个啦。I get the idea because they are just， 他们只是那个 cavalry 而已。哦，是看到人啊，但他们不打算不动吗？我打不到那种地方去的。哦，这可以看我们哪看得到哪里耶？哇哦，是蛮酷的。Well, they must go。他们应该是去跟援军哦，他们有招募一些那个诶，他们有招募后土卫，哇哦，后土卫就是皇家单位，我没有用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太贵了，而且其实没那么好用，哈哈，好了，反正等他们来吧，有两个很危险的单位，义勇弓，反正我的射击位置在这里。切换一下阵型。他们已经来了，我倒是没意见，就是。好吧，来不及换阵了，回复原样。Alright, keep shooting。是后土卫啊，打击后土卫。箭在弦上。我是觉得射击他们没什么大意义了、啊，但射击吧。时机已至，
准备，射击，弓箭。顽强不屈，准备好了，快点。听命，跑起来。准备。对啊，后土卫人数太少了，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。敌军士兵正在溃逃，射击，射杀敌军，弓箭准备，发射，射手就是，快快快，弓箭手准备，射杀敌军，继续射击。准备，啊，打到就好了。还有弓吗？发射射中弹，射击，时机已知。停军，敌军仓皇逃窜，一群懦夫。他们打不过我的钻石阵的。准备开战，发射，弓箭手听命，毛兵来我身边。来不及，已经进近战了。在，加快速度，弓箭手听命，放，箭手就绪，发射，射手在此。敌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给我射击，射击敌军，推动发射射，射击敌军，注意，先打击他们好了，注意，快跑，杀逃逸，弓箭准备，进军，弓箭手注意，加速前进，赶快赶快，快快快，毛兵听命，敌军仓皇逃窜，一群懦夫，跑起来，射手听命，哦，他们没弹药，冲过去，鼓起勇气，放箭，做好准备，准备开战，做好准备，不要留情，勇士在此，动作快点，骑兵听令，杀，我军士兵正在四散而逃，装填弩箭，加速前进，住，冲啊，真是准备开战，弓箭手注意，放箭，箭在弦上，给我射击，弓箭手听令，弓箭手准备，杀，弓箭准备，准备，很好很好，敌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，赶快赶快，箭，放箭，敌兵听令，快跑，箭在弦上，加快脚步，动作快点，前进，我军士兵正在四散而逃，敌兵准备加快脚步，射手准备顽强不屈，弓箭手注意，射手在此，速度前进，加快速度，射，发石车就绪，杀光敌军，走走走，Garrison， 所以没关系。弓箭手注意，射手准备。敌军仓皇逃窜，
以擒懦夫。好险好险！宝妈宝妈宝妈宝！长生战士起来不错哎，他们战力很高，哎，他们战力很高。算了，总比完全没办法战斗好。射击了！刚好把剑用光。顽强不屈！加快速度！杀！十只一只！赶快赶快！箭在弦上！箭手注意，箭甲不留。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弓箭手准备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虽然说比例还是平衡。准备好了，射击敌军。把弹药都耗光是蛮神奇的，就是。他们还站在这边乖乖给我们打，真是的，真是蠢。逃兵注意！啊，赶快回来看一下。矢石已尽，拔剑杀敌，诛灭敌军。做好准备，加快脚步。准备好了，注意，挺住，快跑！杀呀！动作快点，准备就绪。强不屈，逃兵，逃兵注意，不要留情。哈，敌军士兵正在溃逃，发矢车听命。没弹药了，大家都没弹药了。好，咱继续吧。来我身边，尽情厮杀，好起来。我死掉了。屠灭敌军，准备开战。准备好了，尽情厮杀！很好，很好，我们一定要赢了！冲啊！哈，敌军士兵正在溃逃。在。Yes, victory is ours. 快快快！鼓起勇气。没弹药了。准备长矛，片甲不留。哦，终于赢了！可惜我没有弹药可以做任何追击啊，说真的。嗯。需要多点骑兵啊，不得不说。硬雷哦。
追不追得到啊？追不到。哦，对对，这个要小剿灭一下。哇，还好多啊！这边还保留不少单位，都跑掉了。啊，直接结束吧。哦，这是血战惨胜，你跟我开玩笑吧 ？Wow, I don't get it. I suppose win with decisive. 如今天决炎流，汉作已终，天下万幸，无不叛主。我觉得我是 decisive， 哎，说真的，这家伙就死了。哎，他好多奇怪哦。今日此胜，乃成天之恩泽。哦，你是谁啊？你知道吗？你就进来呗。他有佣兵可以招。啊，快去！他们受的苦也够多了。对，他们的确受了更多苦。不死便降。好，我们选择了不死，所以我们不会投降。看什么东西？好，反正我们赢了那场剧烈的战斗。长城。All right。哦，那是谁啊？就觉得他穿的好酷、哦。啊，虽然很可，虽然我、哦、虽然有点可惜，不过我们做了一点点的推进，不觉得吗？对啊，我们深入内陆，然后再汇集。主公尽管吩咐。大幅击败了敌军队伍。大人亲临，士气大振。对，应该给你一个好的东西，加长长枪。对，感觉这就很适合你。护甲没什么可以，哎，有啊，硬铁壳，看起来酷了一点。春日万物复苏，愿你也能心智不老。哦，疲劳抗性这比较好用。主公召升级啊！看，没得换。No, there's no choice。好啦，其实我很想直接再追几趟，但现在他们因为他们分散开来，所以说，对啊，不可能这样做。好了，反正时间也到了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结束吧。哦，在会稽打一场会战，哦，希望会接下来会更好。然后燕国跟吴国开了战，可是他们距离这么遥远，我很好奇这到底有什么作用，就是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